对对，朱朱局长，我侄女。这黄瓜不是用来吃的，知道不？知道。是用来干嘛的？是。做面膜的，你傻子。还没好啊？能不能稍微快点？哎，我说正好热，这个烤肉烤的我不行，就那么今天外头，今天重庆外面40多度，40度的地面温度，还那么多人在那玩，我就忍不了受。你看你马叔叔，今天热的不要，头就吹吹。电风扇。谢谢兄弟们，这么下来，小暖以后瘦得跟葡萄干似的，那小妹估计肥得跟猪似的，嘿嘿嘿，有可能。本来我就瘦得跟葡萄干似的。明天你还带我出来吗？我考虑一下，我考虑一下。当然，如果没破产之前，我还考虑。但是，是啊。来，我问一下粉丝们的意见，好不好？啊。问一下兄弟们的意见，明天还带不带？你问一下。明天还带不带我出来？问他们，不要问我。带呀、啊。全是蛋啊，黑粉，全是黑粉，全是黑粉，生怕事情搞不大啊。但是有人打了开房是啥意思？我开房了。你开房了是吧？哦，那房费都节约了是吧？哦，那好，那可以。还没好啊，你问一下。这个意思。中学混。好没好，浪费我时间，我很忙的，我每分钟起算一下几万块钱上下的。哪有那么多时间这个当。好了。还有多久好师傅？等一下是吧？哦，我就是觉得好热，你给我烤快点行吗？热不行，热不行。来，帮着叔叔看一下。好，来酒瓶子啊，感谢我老乡酒瓶子。赶紧多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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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我各位大哥们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妈，再一点单，再一点下来的。我都怀疑你今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你有没有吃东西？我一直在怀疑这个事情。感谢啊，把酒瓶子给我抱上来，感谢大哥啊。咱们两组要真要是考完这个，待会儿这儿有点吵，我出去算。哎，你今晚上是不是还请我吃饭？今晚上伟哥请吃，没事儿。在九个卡上，哎，好嘞。走了。哎，完事了吗？人呢？啊，人走了。哎呦，谢谢兄弟们。感谢九哥，我给你黄码给你卡上啊。哎呀。我卡上了呀，这不是卡上黄码。哎，谢谢酒瓶子啊，应该是我老伤。稍微走慢点，走快了我。你叔叔，我现在感觉有点那啥。血压有点偏高，然后感觉腿脚不太好使了，咱们能不能稍微走慢点，慢点走，我感觉两腿有点发软，你能不能不把这个麻辣烫看着啊，你看着屏幕好吗？多看一下屏幕，尽量不看那个好吗？哦，大渡口的时候我也大渡口的，我在那个八国城啊。牙，你再这么吃下去，你这个牙齿也得掉，那是正儿八百的说话都要漏风，那正儿八百就是个豁牙子了，我跟你讲，那就正宗的豁牙子，我跟你讲，一点毛病没有。今天上午他还看我一半天的直播，看我的室内直播，然后跟我刷了多少钱来着？两块。两块钱。你跟别的帅哥刷。
刷一两百，跟我刷就刷两块，叔叔还请你吃那么多东西。嗯，你于情于理，你这个良心上，你这个小心。因为你长得帅嘛。啥？因为你长得帅。长得帅给我刷两块，长得丑的呢？不刷，不刷。我天哪！这孩子为了骗点吃的，连良心都不要了。您能不能不乱扔垃圾？过来，有车。你这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，切错了。注意素质啊，注意不要影响我们重庆人的素质。重庆是特别高大上的一个城市，好吗 ？OK。也，你看你叔叔是不是特别高大上？我是地道的重庆人，是不是？我就代表了重庆的形象，是不是特别高大上？把罐罐拿来吧，我给你拿。嗯。你这样挤着容易把它给挤变形，你知道吧？来，小伟，小伟，过来，把这个桶拿着。嗯。关着，关着，你要跟我来，那不就干这些活干啥呀？走。